来来来，快给我拍几张，风光拍得再好，黄山也不会嫁给你啊。可是你已经嫁给我了呀。高级，别夸说了吧。在我们始终牵手旅行这本书里呢，这个封面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觉得又有异域风情又很文艺。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何在旅行当中拍到这样的人像。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张千里的老婆，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原来这么拍节目进入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纱、帘子之类的材质都是很好的前景。透过星途中呢，不光要去拍风光，同时呢也要去很好的照顾一下另一半的一个感受，给他多拍一些美照，这样呢不仅不影响家庭和睦，而且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预算可以买器材。说完了吗？我是摄影师张千里，好了，我去拍风光了，拜拜。到我们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了。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有一位叫做 Monster 的网友提问是：张老师您好，我最近才关注了您的节目，之前看了不少您的视频啊，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平时喜欢拍人像、花草，自己也喜欢拍一些小视频。最近想买一台相机，目前看上大法的 Alpha6500 和 HR， 想问一下这两台相机怎么取舍？尽管这两台相机的定位和性能不同啊 ，Alpha6500 对焦快。连拍也快，但是呢是 APS-C 的画幅， HR 呢像素高全画幅，对焦好像不如 Alpha6500， 连拍也没有它快，请问该怎么取舍？那么其实我觉得根据您的一个拍摄需求，人像和花草不需要这么快的连拍速度，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追求画质，那么 HR 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第二个问题是在 B 站上面有一位叫做阿鱼子酱提出来的，其实节目组可以制作一些入门机啊、终端机拍摄啥的，人穷买不起啊。其实呢，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系列的视频当中啊，虽然出现的那个机器可能看起来比较专业，但实际上这些技术都是相通的。你在我这个相机上有光圈优先，你的相机上也有啊，我这相机上有曝光补偿，你的也有，技术一样，你可以在你的相机上同样的去复制这些技巧去实践去拍摄。另外呢，我们也确实有这样的打算，我们去出一些更入门级的一些视频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第三个问题还是在公众号的后台，这位网友呢叫做愉悦的光仔，千里老师之前做过一个70-300G 镜头的测评视频，然而千里老师的节目当中一般长焦都是用70-200G， 想请问一下这两只镜头的数字对比以及延伸的这100毫米的焦段用途大不大？70-200GM F2.8 那一只太贵了，买不起啊。其实我自己个人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说我没有拍摄野生动物的需求，我就不会去选择70-300这个焦距。大部分的场合下面，不管你是拍旅行、拍风光、拍人像，还是拍摄一些静物啊、小品，70-200这支镜头这个焦距段完全够用。你有条件你可以选 F2.8 那一只，但如果说你偏旅行为主的话， F4 那一只其实更加轻便，更加好带，而且也没有那么贵。那么70-300G 这支镜头呢，它其实它的对焦速度和成像质量都非常的不错，如果你在外出拍摄，在旅行的途中携带这样一支镜头的话呢，也可以大大扩展你的拍摄的领域，比如说你要出海去拍个鲸鱼，或者是拍个飞鸟，或者是去国家公园拍摄熊、麋鹿之类的，那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来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各种视频平台和我们的公众号微博上面来留言，我们会挑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回答。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摄影课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摄影课程的内容吗？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吧。